康的状态。男人的头，男人的头很健康。嘉义的中埔，中埔啊！请问一下，嘉义最有名的是什么？看小学生都好知道是什么？行，你讲，火鸡肉饭啦、啊！对啦，臭水鸡肉饭，鸡肉饭非常有名哎，火鸡肉饭、啊，所以我们今天要来找了这个职人呢，很厉害。他就是专门养火鸡的啦，火鸡达人。你知道火鸡是地表最强的白肉吗？最强白肉。最强白肉呢，它有三高三低：高蛋白、高矿物质、高钙。哦，然后低呢？心脏加好几倍，当高钙哦。哎呀，对，钙质的钙，哎，对身体很好啊。三低呢，就是低胆固醇、低脂肪、低热量。啊，好棒哦！所以这样，如果说有在重训的话，吃这个火鸡肉是最好的。对。大家还说都要吃鸡肉，而且呢，今天呢，让刚刚秀慧姐哈来介绍这个火鸡是正确的。为什么？因为它算是我们演艺圈的火鸡母啊。我给了，你们三高呢？我什么等级三高？因为三高噪音最高，骂人的等级最高，对哦，年纪最高，都知道。火鸡母，火鸡母啊！后来阿贝家是养火鸡，阿妈去找职人，找职人。听说今天的职人身上有些火鸡的特征。哦，真的吗？对，真的。好，那我们来找一下。应该在这边而已，在这附近，看有没有装满的。我觉得应该就在这里哦。哎，对不起，没事。那边呢？那边有一个怪怪的。哎，那个人很奇怪。那个很怪怪，走。哎，另外，奇怪的，这怪怪的呢？对，先生你好。哎，请问你有贴名牌吗？没有吗？有。没有吗？没有吗？有啦。真的是你啊？是啊。啊，你好，这边。主持人请。就是说，小心，林小心。对，火鸡达人啊，对，看火鸡都要小心。好好，请问一下，你真的是养火鸡的职人吗？是啊，看起来很年轻啊，而且重点是他看起来脾气很好。对，跟火鸡很不像。养火鸡的要像他脾气那么暴躁才可以养。对啊，才可以镇得住他。我什么时候脾气？你刚才开始了。对不起。你养多久了？我养十几年了。你养十几年怎么不去看医生呢？我已经看好了。养十几年怎么没有？养十几年。养火鸡，养小孩没有养。养十几年了，好好弱你们这些人。你太久了。你看起来很年轻，大概今年几岁？哦，40出了。同辈的啦，差不多，同辈的啦，我们七字头同学。那我们今天呢，要来体验这个养火鸡的这个工作，对，所以大概会做到哪些工作？大概火鸡会被咬人，然后看大，听起来很可怕，很可怕。当然，你们除了要服务小鸡，帮他们喂食、把屎把尿以外，还要对啊，还要检查他身体健康啊。最主要，他脾气会很暴躁，会不会攻击人？会攻击人，很危险。他如果攻击我，我会打他哦。到时候他会变成打火机哦，我跟你讲。打火机，打火还会喷火，不知道谁打谁还不知道。对，所以今天的工作是稍微有点危险性，就对。对，所以你们要小心听我的指示哦，不能自己擅自行动。好，了解，我会跟在旁边。好，那麻烦你。那我们现在。第一个工作是要做什么？我们现在12点呢，我有点饿啊。我先带你们去吃火鸡的料理，好不好？啊？第一个点先吃火鸡，你要吃饱才有力气工作啊，不然怎样没得。这人真的很好哎，真的哎，先把自己喂饱。OK 了，那你先带我们在附近先吃一间好吃的火鸡肉饭，好，没问题，推荐给大家。好，来走，吃火鸡肉饭，吃肉饭了。傅凯哎，啊真的哎，天王明星啊，对啊，来，不要再看了，就是老板推荐这间应该没问题啊，就是很多人都来吃啊，真的是怎么吃得完呢？我吃不下那么大碗啊，没有啦，这一看就知道是模型，你是模型吗？这个是
该不会是我们去高雄那个师傅做的吧？是吗？这是他做的。哎，他称霸全台，对，好炫啊！我以为是真的。这个食物模型，我们当年啊也有去拜访过，是的，我们也有做过。所以你们养的鸡啊，到最后会被这一家老板给收过来卖来吃，这样子，就是这一间啊。哦，所以大家可以品尝看看我们养的火鸡的肉质如何。这个火鸡肉饭是这样啦，啊，刚刚你们不是讲说有什么三高又什么三低的吗？其实好像还有一个很厉害的元素。有啊，你知道是什么？它有一个快乐因子，色氨酸。色氨酸。所以你说，如果我心情不快乐。是的，这碗刻下去马上嗨，哎，很快乐，马上嗨。我跟你有这种事，那个季啊，我跟你讲，那个季啊，他今天早上心情不太快乐，他在抱怨，抱怨一些事情，怎么了？他现在心情不好，对不对？很不好啦。他你看，今天变得了，傲嘟嘟了，没得没得。然后那个在家里会给爸分的，这很酸呐。对，快乐因子。冰封，冰封，冰封，冰封。哎呦，开心起来了！你看看，真的吗？啊？你试试看，有你试试看，心情不好，心情不好，赶快吃完，快快快快！冰咚咚，冰咚咚，冰咚咚咚，整个心情都快乐起来，真的假的？冰咚咚，冰咚咚，这么神奇，对。哎，我跟你讲，老板刚刚好像看起来不太开心，他在一个人玩跷跷板的时候，没有人跟他一起玩，你也不开心，我也要，开心的感觉来了没有？有吗？冰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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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心开心开心 ，OK OK OK。看到你们更开心，真的。每一个人心目中都有自己喜欢的，或内心的那一碗火鸡肉饭。有的人是那个油葱派，有的人酱汁派，有的要荷包蛋。对，每一个人都有自己喜欢的。对，这一家我倒是觉得不错，那酱汁我蛮喜欢。我喜欢，因为有点甜甜的，有一些些，很符合南部的口味。因为有些都会放那种油葱，对，有些是走酱油派，你这个就好像是走纯酱油派，酱油派，对，哇。这太大了吧！这怎么可能？这怎么看过这么大？这个是卤鸡翅啊，就光鸡翅就这么大了，所以今天的火鸡就这么大一只哦，是吗？感觉很有弹性，对，很有弹性的，咬得动哦。哇，它加原蛋白超多的，原味就很香了呢。啊，而且那个皮超 Q 的，就像袁咏丽她喜欢吃鸡翅。这个绝对是你鸡翅那个弹性的800多倍，超弹的，很香，很好吃。嘉义火鸡肉饭可是丁杠五秒虾，一杠五出秒啦，喝家哦，就多吃一点，等等的工作可都是体力活哦。哎，他们呢就进来，他们的鸡翅哦，其实呢很严格。你看我们刚刚都穿上鞋套了，要消毒，全身消毒，我们都有消毒，干净。全身吗？有，真的。OK， 转了三圈呢，左三圈右三圈都。那我们现在是要来找这个什么什么大鸡大火鸡了哟？没有，我要先带你们体验小火鸡，检查小火鸡，检查小火鸡，对，先看一下。有几只小火鸡？对啊，他们看起来。可是你这些都是大火鸡啊。没有，这个才一个月大而已。一个月大？这个一个月大？对，我们正常会养4至5个月大。哦。那个时候我们的公火鸡差不多17至20公斤。哇。母火鸡差不多10至12公斤。哦。对，那个时候。所以他说大概火鸡的话要4、5个月才能出货。对，没错。那一般公鸡，一般的鸡大概2、3个月吗？3个月左右就有出货。3个月啊。那火鸡要养比较辛苦啦。对。爱卡多加的。嗯。等一下要全身检查，等一下进去让你们体验跟小火鸡的互动。里面1000只哎。那我们就先进去了，进去检查了啦。对，这个也不要让它跑出来哦。哇，我们现在就进来到那个
了你们的鸡舍里面了。对对对。哎，其实他们超级不怕人的，哎，一般我们进来可能都会飞走。太会跑了，你看，完全不怕人。他们其实还是会慢慢移开，但不像像我们上次什么鹅啊鸭啊跑很快，哎，跑很快，感觉好像大家都在唱歌，哎，你看那喉咙，大家都在唱抖音了，对对对，一直动动动动。他们为什么嘴巴一直张开啊？因为我看有些它会热，散热，散热，对。哦，那跟小狗一样，小狗散热，对对，舌头散热啊，好可爱哦。了解。那你说现在要检查身体，我们要怎么检查？来，我们过来蹲下，可以蹲下吧？啊，可以啊，可以。我们抓，我们一人。想办法抓一只起来，想抓一只，你这样就抓到了。怎么抓？抓翅膀，你就帮他把这两个翅膀捏住，避免他受伤。哦，这样就可以抓起来。啊，你抓住翅膀嘛，啊。对对对。然后呢，要检查哪里？我们要先看他翅膀这里有没有受伤。哦，翅膀里面哦。这边对，这边。啊，这里有什么眉毛？眉毛对，火鸡的里面这边是眉毛的。这样算 OK 的吗？这样是 OK 的。这样就是没受伤，这样就没受伤。你看这里，你看打开来看这里有没有？哎，检查它这里有没有？这是我刚吃的鸡翅的。是。哦，它两边看一下。翅膀看完看哪里？哦，就看身体，像腿有没有问题？鸡腿，来鸡腿。哦，啊，看它脚底，你可能就要翅膀稍微。哦，再把脚底。脚底就看有没有怎么样啊？对啊，这个很危险，这个爪子。爪子会好力，它的爪子好力哦。看一下，然后最重要是它屁股，看有没有什么排泄上的问题啊？这样子哦，对，排泄上如果有问题是它会残留在上面。对，龟臭，这一撮会整个都是大便，我现在摸的都是。没在绕塞的。哎，都没在绕塞。不然如果看到的话就是肠胃不好了。对啦。而且臭有完了。对，所以看一下哦，看有没有整个都黄黄的啊？如果没有就可以哦，看一下它的重量有没有吻合它现在这样平均值的大小。好啊，如果吻合它放下来之后，它行动上如果没有任何问题，就可以就很健康。像这个，那如果不健康怎么办？我们要隔离，我们要隔离。我有一个看医生还是怎么样？有一个病房区。还有病房就医院。那我刚刚看到有一些小伙计，他们很可爱，是这样手这样放下来啊。对，这是什么意思？太热了，太热了。对，好可爱哦。讲那么多，来，抓一只来看看啦。可以抓看看。要抓了，要抓了。那我要抓那个跑不太动的。它会有人吗？哎呦喂！有，我抓到了，抓到了。好厉害哦！就直接抓了啦。对。哎，鸡羊都抓到了。抓了，我看你要抓到几点。李永烈，你要抓到几点？李永烈，大人啊，不好意思哦，啊，你等一下，你配合一下啊。等一下，你1000多只，你每一只看吗？还是你看一个大概？看一个大概啦，因为它如果有状况，它就会跟别的小鸡分开，它会自己躲在某个角落孤僻。特别如果是对瘫在那里的啦，对，孤独的，你就会特别看它。对，我会特别照顾。然后所有的我都会特别的加菜，对，三节吗？这是我们的秘方。中秋节？没有，不要有事没事就加了。主要是犒赏他中药，因为这个中药对他们身体是很好的。哎呦，对，吃中药，你要不要吃吃看？哎，我不是开玩笑，我又不是鸡。没有，这是人在吃的中药，人都可以吃哦。这人也可以吃？对，没错。人跟鸡吃同样的中药，对，已经有汤匙出来了。你可以真的吗？你可以先吃看看，然后跟我说它是什么东西。嗯，哎呦，哇，好酷哦！哦，对，你这很古哎，对，这是黄连粉，哦，我这个起鸡皮疙瘩，哎，这还你靠给他们家了，我鬼啊，都靠起来啊，哦，就爆哎，好酷哦，喂，等等，你为什么要给鸡吃这个啊？因为现在天气热啊，这黄连粉它吃了就会让它的
抗热度提升，比较不会中暑。哦，所以黄连润苦茶，什么什么解热啊，清热解毒，真的，真的，所以鸡也要吃哦。但是这么苦鸡怎么会要这么苦？所以我们会另外加酌量的加在饲料里面，哦，不会整个下去，哦，偷偷加在里面。真的吗？我们一般呢，就会先舀一些进去，然后之后再倒一点点，倒一点点哦。对。就这样一匙而已，太少了，太少，再多，要多少？再多一点，哎，再多一点，这样可以吗？可以，好，像这样子的状态下，哎，搅搅哎，搅搅，哎，搅搅哎，哦，两匙就好了，哎，对对对对对对对。打完收工，他们弄好了，OK 了吗？收工了吗？还没啊，什么 OK 了？啊，还有，干嘛？我带你们去铺床打枕头战，下去。接下来是铺床打枕头战，对对对对。这个有趣，这个有趣，对对，这比较好玩，好玩的。对，哎呦，好玩的，那走走走走走，加加加，铺床。哎，啊，他们三个人怎么不见了？他们说先去准备啦。先去准备，这么认真，还会先去。喂！干嘛？我们经过意外，我要干嘛？你要我？好久没有人枕头战了。在干嘛？在干嘛？莫名其妙。我们不会打的，不会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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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一个。好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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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各种枕头。好了好了好了，好了。我头发吹很久，那个我们那个小伙才会生气。不是那个，那你刚刚干嘛跟着打？对啊，那你拿给我，我想说。你还我还听到一句打来打，我也要玩。这个是干嘛？不是这种枕头啦，我带你去看我们的枕头啊。你们的枕头不是这个哦，你们专属的枕头。你们表情不是这个啦，不是这个。不要再打了，你们不是打了，打人要这样。你看我们的枕头是长这样子的，是这个，这个拿起来打。我掏给你怎么好惨呢？打死人嘛！哦，很重哎。好，你拿不动吗？拿拿看。哎，我可以呢。哎呦！哎哎哎哎哎哎！别去，赶快跑，跑远一点，他真追不上来。我第一次看到有人把屁股自己挺出来给他打的。不是啦，他是鸵鸟吧？老板，这太大太重了啦！这没好玩呐。没有啦，我们其实是要进去里面帮小鸡铺它要睡觉的地方，这个是米汤。哦，米坑啦，土坑，土坑啦，这是米坑，然后要进去帮他们铺床。为什么要用这个铺床？因为我们这种米坑是可以帮它吸它的粪便，让里面的舒适度就是不会咕噜咚咚咚，安利高高凉凉，它在里面睡觉才会开心呢。哦，所以你说枕头站铺床其实是把米坑倒在鸡舍里面了，所以现在要扛进去帮他们铺床，对，没错。哎，好，来扛上去了，撞钉床，我还没打过瘾耶。啊，这个不。要当吼，先撞钉床哎，快点撞钉！撞钉啊，你不是最爱扛的扛王啊？扛王对不对？扛啊！你扛啊！还好我扛，还犹豫啊？你扛，你扛！哎呀，你扛，来，其实还好，来来，再来一个，来，再来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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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我给再来一个，再来一个，来扛，来来来扛！哇，扛！哇，来来来来，再来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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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我们现在要来进行认真的铺床了。老板要教我们怎么铺床。好了，来来来，来来。首先，我们就先把它放在地上，放在地上，哎，让它整个面积，你往你要拉的方向，像这样子。我用拉的，你不能一次全部倒出来，然后慢慢倒哦，慢慢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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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平均分配啊，对对对对对，然后尽量倒。倒平均一点，好，像这样子，其实不难嘛，那一人一道，那一人一道很快啊，嗯，我们还是这个，我们整个铺完吗？整个铺完，整片了，对啊，需要几
算几袋啊？哦，我们这一间就要差不多100袋。100袋，我们四个人，一个人要25袋，对，没错，太多了，哇，而且要一袋接一袋，一袋，用力吸十袋，这样很痛哎，一袋一袋，好了，赶快，哦，这样子好不好？好，这样，好，然后，好，好，要拉他们，哦，来，走，哎，走，哎，蛮疗愈的，好像。出来的不够多，我也是哎，太少了，太少了，太少。你看他的，对啊，你们不平均呢？为什么啊？你的太少了，用力，这样太少。你这样踩到脚会痛。我们刚第一轮那个有缝哎，大家连在一起，没有连在一起，这样可以吗？没关系，没关系。这等一下如果小鸡进来，他就会把它踏平的。哦，小鸡以为平地啦，他会以为对，来了。好，知道。所以这个比较有经验的了。有经验。来，这个我会了，走一点出来。走一点出来。快点。对啊，走一点出来。快。哇。走一点。哇，这次太厚。比较厚。哎，这样很热哎。啊。出汗了。不是，因为在室内里面嘛。太热是不是？体感温度有超过40哦。哎，我有办法，我去处理，你们先倒。好。我去处理。等一下，等我一下啊。我来，你赶紧处理一下，太热了。哎，你们来这里了，这里好凉哦。这么热呢？对，而且你看，这样子就不用铺了。哇！真的好浪漫的感觉哦。哎，这样好像在拍琼瑶哦。认真一点啦，这铺米糠的工作也是很重要的。稻谷碾米后剩下来的米糠，将它物尽其用，铺在鸡舍的地板上，能吸附粪便与湿气，减少臭味，在清理上也方便，让小火鸡能在舒适的环境中成长。照顾完一个月大的小火鸡后，接下来要去看大火鸡咯。另外一个农舍了呀！天哪，好大只哦！这真的是火鸡吗？是啊。我以为火鸡一定是要红色或很黑啊，很凶的感觉。哎，结果是全一样，跟小时候一样，全白的。这个是什么品种？我跟你讲解一下火鸡的品种啊。你们以前看到小时候通常都是黑色的火鸡，对。那你现在看到这是白色火鸡，它的差别是以前的叫青红火鸡，啊，那个是。100年前的火鸡，所以那个时代的火鸡跟现在这不同，这个是我们从美国引进进来的火鸡，这个叫尼古拉火鸡。那它蓝蓝的嘞。对呀，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前面有垂一条东西在前面？你有没有觉得那个很像一个明星？明星？你知道韩国有一个我们团里有个队长，然后他这边在垂一条啊，对，然后在那边唱歌。哎呦，说来就来了，哎呦。忍不住跟他动了起来 ，Come on！ 耶！啊，你好，你好，你好，吉吉斯密达，你吉皮呀？啊，你好，谁哟？
你看，你知道刚刚那段有多干吗？鸡都不理你了，都跑了。有啦，鸡有反应呢。有吗？他们有反应。有。你在他面前跳。这一帮朋友尖叫声。是啦，因为是鸡啦。对啊，我就没拿嘞。他那个前面那一条是他火鸡的瘦，那个是为了对。他那一条吼会因为他的心情变长变短。啊？对。会变长变短。而且，对，你这种我好像在蛮熟悉的哎，有种感觉就是心情偶尔会变长，而且做风的有而已哦。哦。然后他是用途是在于吸引异性。长在脸上，对，长在脸上。他平均，但是他没有作用，他只是吸引异性，没有作用。他只是他的外表的特征，是一种装置意识。那多空虚啊！没有作用，他可以让人家知道他的长度有多长，他两只就可以对比他的优势。对，我带你进去看一下，然后跟你讲解一下他健康程度。用吗？需要进去吗？要。会不会咬人啊？会，你们要小心哦，不要乱跑，然后要跟在我旁边。哇，这样好大只哦！我发现一件事情哦，我们人进来，他们并不会像小鸡一样一直往后跑，他们可能比较不怕呢。小心仔仔，你说进来怎么样检查他有没有健康怎样？我们先看他健康，最明显的就是他懒懒的头，懒懒的头，健康的状态。蓝蓝的头，蓝蓝的头很健康。那个蓝蓝的头，哎，头是蓝色的就算健康。对，越蓝就是越成熟越健康。哦。你要让它，你们知道公跟母吼，最明显除了这个蓝色的头以外，它下面吼，红色的肉瘤这一个区块也是它男生的特征，然后再下去是它的胸毛，黑色的胸毛，你可以看一下。黑色的。哎。真的哎，对，不是啦，我还以为是个一点污渍，这个是毛哦，这个是他的胸毛，是没错。那我们也有胸毛啊，有吗？好像别麦了，对啊，每个人都有胸毛，就跟台湾黑熊一样，有个 B 哦，一个特征就对了，大特征，真的可以这么简单的分辨，了解。所以我们进来有，母的就没有。进来看完了之后，我们可以出去了吧？不行，可以了吧？还不行，可以啦，一样还是要去抓。看看他的健康程度，跟教你们怎么去抓火鸡，因为你不要一脸正经讲这么可怕的事情。哎，对，怎么抓？刚刚小知道他是不会反抗，这大架势也敢攻呢。那你示范抓一只给我们看。好，你既然要抓火鸡给你们看，他现在要抓火鸡了。他一个人抓，他是老板都不怕。你看，他好像用牵的，然后叫过来呢。你像 ，Oh my god， 我抓的话，我会手。首先抓它其中一只翅膀，然后抓住哦。哎呦，不要它的头，它头在。然后另外一只要抓另外一边，这样子。哎，这样子。那你看，好像在跳瑜伽。哎呦，金鸡独立耶。对，拉筋，拉筋，他帮他拉筋哎。你要让它脚吼不能踢得到我的蛋蛋。哦，可是你刚刚的头，它的头也不小心在你胯下呢。对对对，它也会啄吗？有可能，但是我是示范慢慢的，我正常就是一次就抓起来。哦，还有，看这样子就抓。这样哦。对，啊，那脚它就踢不到我。哎，老板。你发现哦，他那这一根啊越来越短哦，他在生气了，好短哦，有了，你看缩起来了，不要动，他生气了，缩起来了，他像长毛虫这样缩起来，已经稍微不开心了，不开心了，对，因为不开心缩短了，啊不，你先放一个，对了，他放更远了，远一点，远一点，不要，哦，舒服了，舒服了，太长了，哎，马上舒服了。我们现在就要推派一个人，我回你两下，你拿他的翅膀，我拿他的脚，哎，去，来一杯，哦，贵宾，这挡哎，这挡什么意思？这挡着哪里啊？你看，你看，你看，你挡到我哎呀，你看，看一下，你手机啊，变我底啦，好嘞，这挡了，好怕你啦，好挡，行到过来，行到过来，啊，那个裤裆。他这次没有带咪咪麦，不行了，母的没看到，他还不够熟啦，这次比较小一点点，他还没有，这次还比较小一点，你看，有的藏在里面。可是那个欧美人是打保龄球都喜欢用火鸡啊，感恩节用火鸡。三个 strike 会有一个火鸡的图案，对对对，那这个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奖励的意思嘛？
听说以前中古世纪的时候，欧美人士他们休闲活动啊，就打保龄球。那打保龄球你要连续打三个 strike 很难嘛。所以那一些欧美人士就说啊，谁可以打三个 strike 呢？我们就请你吃火鸡啊。还有这样子的。所以一直流传到现在，三个 strike 就一只火鸡是这样来的。火鸡很讨厌红色吗？我有听过，你有听过？但我们没有。讨厌红色是什么意思？他看到红色有可能会去攻击那个东西。那个，比如说不是牛，不是不是斗牛，斗牛。对对对对。对你不是有穿过黄色？我们去节瓜那一集，你不穿紧身衣，吸虫吸引了都虫来吗？你超级会做实验的哎。所以呢？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因为你也没试过嘛，没试过吗？那我们今天来做个实测。哦，你怎么不试呢？我在等你们来试啊。他是老板。不可能会惹火鸡生气啊！等一下，等一下，这个情况是说叫我去扛这件事情哦，对呀，对呀，扛王，没有什么扛王，扛王是平常啊，发的是女来宾，全部都女的，我一个人扛。今天有男生，而且刚刚一说我鸡也是我扛的，对，你们都没有人去扛，所以，老板他好讨厌哦。其实我跟你讲，很多都是网络在瞎传。对啊，来试试看啊！我们来破除这个迷信，对，好不好？好，来永烈来试试看，扛起来，欢迎破除网络谣言。据网络传言，火鸡非常讨厌红色，甚至看到红色物体就会想要攻击。这是真的吗？今天将由严永烈同学换上大红内裤，冒险进入火鸡鸡舍现场实测，看看结果如何。Let's go！ 好，警戒了，警戒了！来了，我走，一走出来，警戒了。他们这个火鸡应该有老大，别怕，前进，前进，前进。火鸡应该其中有一只，应该会有。来了，前往前往前往前。不爽，他们不爽。怎么突然有点浪漫了、啊？我只是跟他手牵手哎。而且你看，他们还是往外往后面撤啊。也没有人要攻击他。没有人要攻击你啊！我知道了。会不会是红色的元素不够多？不够红，因为它上面都黄的、啊。对啦。再加一些，再加一些，再加这个了，披风好不好？再加的。加了。这会不会太挑衅了一点？不然我们会被他弄到。弄我们太靠近太危险了。对对对对。你就跟土残的无关紧，我的命都不是命。你看这样子，他们没有在生气啊，你放心啦。你在身上哎，你把头包起来就没事。对对对对。飞啊飞啊，要飞起啊！你要像斗牛一样斗牛，斗牛，斗牛一样这样斗他。哎，老板把鸡。哎，也还好嘛，还好啊，还有斗鸡了，斗鸡。哎，他也不鸟你啊，还好哎。哒哒哒哒哒。哎，去里面斗啦！哎，他吓死，他吓死。哎他哎，反而好像他有点怕我哎。对啊，还好哎。呜呼！来哦！不要再生气啊！所以他其实没有说对红色一定会攻击啊。对啊，来哦。那我用丢的，我丢在地上。哦，会怎样？哎，他过去了，过去了，丢在地上。他在研究这是什么东西耶？有反应哦。对哦。真的吗？有一直在研究。好，这个一直在研究，这有研究家的精神。其实没有很生气耶。还好，因为哦，人呢还是在那边嘛。对。对啊。哎，永烈，你出来，你出来。嗯。当永烈走出栅栏后，火鸡群突然慢慢围向被丢在地上的红披风，有几只还开始跺脚踩踏，代表火鸡对红色其实是有反应的哦。一起来听听职人的解释吧。其实啊，我们知道的是他们是对红色的血有比较高的反应力，它是闻到血的腥味，因为他们原本是一个群体的动物，然后在野外的时候会有外敌，它跟外敌攻击的时候如果有流血，就会让他们对那个外敌会更集中攻击这样子。哦，所以你的意思是说他们里面有人流血了，对，他们觉得哦有坏人，对，然后这个因为血是红色的，所以大家误以为是怕我看到红色要攻击。哦，这样讲就你要早讲嘛，那我们懂了啦，要流血，要流血。接下来谁要扛？来来来，流血，用流
血啊，我能扛啊，你还没有完成工作啊，我还好。好了好了，我们这只是一个小小的实验了。OK， 那我们公鸡看完了，对，但是我们母鸡还没有看，母鸡所以要带你们进去看母火鸡。母火鸡哦，对，母火鸡应该就没有那么凶了吧？没有，没有那么凶啊。好，来来，我们来看一下。现在这个区块就是母鸡了，对，它母火鸡的区块。其实母火鸡跟公火鸡的外观一看就看得出来，差很明显啊。它的脸那么红，它的脸那么蓝，大小真的有差。对，然后它的头呢，也就没有那么的蓝。对，它的是固定粉红色，不会有蓝色。它也不会有那个男生才有的那个。对对对。而且母鸡的个性是不是比较好啊？感觉好像就没有什么攻击性哦。感觉比较 chill 哎，因为这个时期他们已经要开始孵蛋了，所以它不太会有行动啊。所以有些它蹲着，它就是在等孵蛋。等孵蛋吗？对，你看前面那有一只，有没有那个蹲着不想要动的？我不相信，你把它翻起来，我看看真的有蛋吗？有吗？哎，有啊，这只就很好，然后就长这样。有，真的哎，蛋呢？哎，羞羞哎，就是用这样。羞羞，你真的羞羞。另撇另撇，有温温的温温的。花纹跟我们外面看的鸡蛋都不一样。这个蛋的大小，我还以为因为火鸡体型大，可能蛋会比较大，像鸵鸟蛋那么大颗，没有，一样差不多，就大可能10-20它的大小而已，比鹅蛋再小哎，羞羞啊！所以你公鸡那是空抛蛋的，对对对，没有受精。啊，你今嘛这能力的口感，你要创什么？弯的咖喱鸡啊，咖喱鸡啊，玻璃杯啦，玻璃杯啊。我想我们今天差不多看完了你所有的这个鸡舍了，对，我们差不多工作都结束了。我们还有特别接下来的工作就是招待你们。烤火鸡，现在可以吃火鸡了。对，烤火鸡。哎，小声一点，我们在你们这个火鸡的这个鸡舍里面一直讲烤火鸡，难过了。阿丽，我们来品尝一下。好，走。耶！哇！哇！再陪你下去。来，你坐这里。这么大一只，你看这鸡腿超大的啦，看起来这个肉就很 Q 弹，有没有？像你扒得开吗？哇，这是不是 Elba？ 哇，这个鸡腿好嫩哦！多吃休息。哇，地疼啊，地疼啊！那又嫩又弹的啦。你这个瓮窑鸡的烤法，没错，就棒了呀。那它吃起来跟一般的那个鸡的口感差在哪里？我觉得它比较厚实的感觉。这个算是有在运动了。如果以用人来比喻的话，它算是肌肉界的刘畊宏。比较弹性，比较扎实哦，对不对？我们今天这样子吃啊，好像在过感恩节哦。对啊，美国感恩节他们会吃火鸡嘛？对。我听说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就是因为他们感恩节，美国这个传统不是每年每一家人都会吃火鸡，家家户户你就可以可想而知那个火鸡的数量有多多啊。那在美国的火鸡啊，大家都难逃这一天啊。没有哦，我跟你讲，在美国火鸡每一年总统会特赦2只火鸡哦，他就从此不会被扑杀，他就是过着安详晚年，会到那个退休村那边生活。真的啊，好有趣哦，总统钦点哦。啊，你比如说阿朱、阿花，你们被特赦了，他们就可以安享晚年了，就去那个退休村了。一年才2只，这比中乐透的几率还低耶。所以那个鸡都有福报，你看。我还有准备特别的火鸡的料理。什么？还有特别的。我去拿一下，拿出来给你们品尝看看。啊，还有特别的。对。这个吗？是什么？你们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吗？哇！这是火鸡的鸡脖，火鸡的鸡脖，火鸡的鸡脖，你看，哎呦，今天是大粒的啦，好大，都是无共款啦，对冇？啊，哇，这个好令人骄傲的 size 哦 ，King size， 哇塞，我没吃过这么大颗哎，来喽，荷尔蒙哦，哎呦，真正大大粒的哦，爆浆，哎呦喂，满出来了！哦，阿康，吃在你身，痛在我
新的。哦，它差点从我嘴巴里面爆出来，我真的会吸回去。这好干哦，这是什么？这其实是我做来给宠物吃的。你做这个鸡丸子给宠物吃是在卖是不是？我们专门做的这种绞肉的是方便给他们那种比较像有过敏体质的毛孩，或者是比较老的，然后他们吃这种可以补身体长肉，是吗？对。哎，我不信你这一盘要让我带去给我家狗吃看看。可以啊，可以啊。你开心什么了？给猫吃，你干嘛给狗吃啊？我家的猫也会想吃啊，你把它全部带走，它等一下会生气啊。你也有养猫啊？是啊，是啊。你的猫在哪里？我猫在附近啊。你有没有听到猫一直在叫？在附近啊？原来是它的声音哦。跟你要说话隐约一点的喵喵喵，有一个声音，好可爱。家里赶紧吃啊！对，这我养的，所以你就想到说可以把这些肉啊做成这个肉丸。对对对，所以全部做的都是给你的猫吃的吗？也没有啊，就是有喜欢的人，他就会来找我，然后我平时也都会把一些肉啊寄给向东虎子家，他要出爱心，我鸡肉会寄给种让他们加菜。你只有这一只猫吗？对，我还有一只狗，这只是猫啊，这只是我第三只养的猫，我每一次养的都是这个花色，但是我前面的是它年纪到了，所以离开了。后来我为了要纪念他们，我就又刚好看到中途之家有同样花色的猫，我又领养了一只。我没有办法像他有勇气这样子再去领养，为什么？因为每一只狗、每一只猫，它的寿命都比我们很短。对，那我那一只呢，又是近亲繁殖，所以我朋友送给我的时候，他就是体弱多病，一喜欢勇气给空起来，所以我非常保护他。那有一次我就是。录影刚好录完我本来想说要去修一下指甲，我哥哥很紧急打电话说：“进来进来啦，baby 上北医院啦，没穿皮，有哪里啦？”我脚面给他噎住，然后我就不修指甲，我他妈冲去医院，我说：“医生拜托你，不管你花多少钱，你帮我把他救回来。”医生说：“小姐，你干嘛先和我拜托？卖个皮，我问什么？一共一根注射的强心针啊。”他说他应该很痛苦，我听到他很痛苦，那不要救，我就把他抱在我的怀里，我说你要跟着佛祖修行，下辈子不要再当狗了。从他身体是热的，抱到变硬掉，医生说你不要一直哭，他会很难过，你把他放下来，我才慢慢的把他放下来。那是一只吉娃娃，那么小。因为生命都会一定都会有生老病死。刚刚既然在讲说那个画面的时候，其实因为我们家也是14岁的老狗了，真的要，你要养宠物可以，可是你要负起责任，你不可以，它会生病，它会破坏，它就是，但是它的世界就只有你了，它可能不是你生活中一部分，但是你是它生活的全部，所以你养了它，你就是要意识到你会遇到这些问题，要去面对。所以我觉得这应该都是要养宠物的人要做好的心理建设，这很重要。对，那我觉得老板他更有意义的是说，因为他的宠物都是领养，都是去中途之家去领养回来的，他其实相对的，对，不只是延续那故事，他更是去拯救这些生命。他也没有浪费他所养的这个火鸡肉，对不对？他刚说他自己做肉丸啊、肉球啊，送到中途之家给许多需要的那宠物们一起来品尝你的鸡肉，这样。是不是？对，你养火鸡很久了。我养十几年了。你已经养了这么多宠物，但是你回到家还是需要一个这样的宠物。对啊，还是会想要有一个陪伴呢。对啊。不过今天宠物并不是我们今天的重点，只是突然一个衍生出来的一个情感，这样跟大家分享啊。我们透过了老板这养了十几年，非常辛苦的，然后让我们全嘉义，甚至我们全台湾啊，都可以吃到好鸡的好吃的火鸡肉。然后也同时，他是一个很有爱心的人。他啊，利用他的这个鸡肉丸子去造福一些中途之家。还领养回到家里面，跟大家的分享，这样好棒的一个老板。我们最后要送礼物给大家吗？好，当然，今天一样的小礼物要送给大家。题目是呢，请问我们今天看的火鸡是什么品种？哇，很简单呢，好难呢，什么拉斯凯奇呢？很简单，三个字而已。你还记得吗？我他，你记得？我记得住啊，真的，很简单哦。赶快到综艺，赶快到综艺新时代粉丝团去留言。OK， 谢谢小新老板，谢谢。OK， 辛苦了，永烈，谢谢。谢谢。